好，翻嚟第二节动漫废物啊！我哋今晚嘅题目就系《风魔之小次郎》。咁啊，收听嘅方法只有一个，就系、喺www.acerubbish.org。咁啊，如果想同我哋倾偈嘅话咧，咁你就记得 at 我哋嘅 MSN， 我哋 MSN 咧就系呢个 acerubbish.radio@gmail.com 嘅。系啦，都可以喺留言板嗰度同我哋倾一倾啊，系啊，套嘢啊，多啲喺留言板同我哋即系留啲啊有意思嘅讨论啦。系啦。咁啊，头先讲咗个古仔简介啦。咁其实第二节翻嚟咧，即系都想讲下呢一套嘢啊。即系点解会系好受欢迎？即系我哋而家咁样睇，其实套嘢系即系好似炒杂碎咁样咧，即系七拼八凑都唔成章咁样嘅故事嚟。可能以前即系佢最初出佢八十年代嘅八十年嗰个年代。基本啲人唔會咁執著啊，設定啊、邏輯啊、合唔合理啊，反而係著重喺啲官能刺激上面咯、啊。佢其實打得幾精彩，同埋啲打鬥設計係好得意啊，好新穎咯，只話即係好似風雲喺個鏡入邊啦。即係之前冇乜漫畫會諗到係用啲咁嘅方法，即係齋打齋你劈我刀我擋一刀，都係咁樣互打啫嘛。以前我自己就會係有個。即係先入為主嘅一個理由，覺得佢好睇就係、因為佢係車田正美寫嘅咯。咁嗰陣時最迷嘅就係星矢啦。咁我睇咗星矢先嘅，之後先至因為天龍嗰陣時都係出咗星矢先再出風魔之小次郎。咁又覺得哇，都係咁熱血啊！同埋佢哋啲名好靚咯。係啊，呢、這個都係好特別嘅地方嚟。即係叫即係漢語啊、小龍啊、霧風啊、龙魔啊，即系头先话最型个名字就系呢个邪火丽啊、死牙马啊嗰啲，好靓啊啲字，即系型得嚟，并不是平时我哋成日听嗰啲名咯。咩阿沙恶啊嗰啲咧，系啊，你从来都好少喺日本嘅，因为以往听睇嘅日本漫画咧，佢哋用乜太郎咯、啊，乜太郎就最好啦，但系好多都系因为经过即系中文化，应该话中国人化，譬如大智慧啊。呢、這个大地场又唔知改咗个咩名啊，即係改啲好中国人嘅姓名啊。咁但係佢呢个呢就用返佢哋原本日版嘅嗰个称呼啊，譬如牙语聊叫孟波，虽然我觉得孟波都好好听啦、啊。咁但係佢用返佢哋而家原本日本个称呼呢，对于当时嘅自己嚟讲係一个好特别嘅处理手法。其实车田正美用呢啲名呢，喺日本本身漫画界都比较少嘅，佢用呢啲系好似去到日本古代嗰阵时咧，邪马台王国嗰阵时啲人啊，或者某啲神灵嗰啲名字。同埋佢都几中意砌一啲个字面好靓嘅汉字出嚟，就要爱嚟做名字。即系譬如阿华恶崇啫嘛 ，Carlos， 佢可以就咁叫 Carlos 噶，即系佢日文可以就咁片假名出名啫嘛，但系佢就特登要安翻一个好靓嘅字。落去好型嘅字落去，咁呢个都几吸引嘅，我觉得。自己可以先联想一下呢个人物啊。即系我觉得风魔小次郎咧，即系与其话佢其实古仔就真系乱晒龙噶啦，咁但系咧就系嗰个气氛啊，嗰个啲名啊，啲绝招啊，嗰啲即系成个感觉咧，成个氛围令人哋觉得咧，哇，好似哇好超现实啊，认到我睇认到好超现实，我睇嘅时候已经系去到圣剑篇噶啦。咁唔單止啲角色名靚囉，佢連啲劍名都好靚，我好鍾意佢啲劍，精藍劍啊。其實呢即係我哋琴日就講呢 AC Ripples 有漫畫教為人，其實我好多中文字都係喺漫畫度學返嚟，譬如精藍劍個藍字啦，以前係唔識讀呢個字，因為太細個，係啊，以為叫精風劍啊。咁但係呢你要走去查字典，細個睇漫畫會查字典嘅。白龍劍啊，係啊，白龍劍啊，紫王劍啊，幻夢冰場劍啊，即呢啲都係好好靚嘅名字，紅蓮劍啊。咁你嗰陣時咧就會，雖然佢啲劍嘅設計咧，即以而家嘅嗰啲水準嚟講，其實都好普通嘅啫。尤其風林霍山同黃金劍只不過一把木刀嚟嘅啫。但係你會俾佢個名吸引咗，然後就會覺得哦，其實呢把劍都好型喎、啊。有把咪好似掛三甲咁啊？嗰個係咪？邊個？雷光劍咯，係咯，雷光亞叉，其實罐頭刀嚟嘅。其實嗰把係日本神話入面嘅七支刀嚟噶，都係有雷光。我第一以為人哋擺喺廳內掛大褸啊、掛帽嗰啲嗰支嘢。你話設計上佢就真係差啲噶啦，但係起碼喺
名啊。係佢如果佢即係如果講實用啊，即係死閒馬嗰支都係唔知道係做乜嘅喎。冰物舐咯，即係好似都係冰棒咁，佢圓碌碌，然後個位係尖嘅，即係個印位係尖嘅、啊。但係你如即係你唔可以愛劈嘅，你係愛捅嘅啫。即係買角型係嘛？呢啲咪夏天冇嘢做，凍冰即係熱地咪倒啲果汁落去咪舐咯。如果你咁講，刨冰啊，因為刨冰用冰片去混合係咯。風林火山啊，黃金劍。佢都係一把木刀，冇佢冇印位㗎，都係勾咯，勾人咯，唔係喎，黃金劍可以插穿啊邊個大髀㗎嘛，插穿小次郎大髀咯，佢學咗死力，死力，死力呢啲白手男，唔係，但係呢個白龍劍係即係白龍劍係。佢係得前面嗰個刺穿位，即係其實佢似矛多過似一把劍咯。西洋劍擊嗰個係啦，因為佢係其實佢係西洋劍嚟噶嘛。你頭先講風林火山同黃金劍係日本木刀嗰種劍法嚟噶嘛。咁佢白龍劍係應該西方劍，即係西方劍係應該有印位噶嘛。即係佢咁樣咧，就其實你真係唔知點用噶，但係佢又用到。佢係靠把劍嘅異能噶嘛。因為佢嗰把劍好少。即係去到聖劍戰爭之後呢，佢哋好多時候呢都係用點講呢，佢唔係用異能嚟打，佢唔係劈緊㗎。譬如紫黃劍佢係發光㗎，雷光劍就雷屬性，咁幻夢冰牆劍係一啲即係類似幻術咁樣嘅嘢，係一樣已經唔關事㗎，係啲魔法嘅 item 嚟嘅，已經同劍就冇關㗎啦。即係其實佢嗰支係魔術棒嚟㗎咋，鬥魔法㗎，大家其實係嚇。劍係開個二次元埋人落去咯，即係二次元空間咯。啊！真小魔女杜威咪啊！小魔女话我怂，红莲剑就发火走咯。系啊，咁所以其实佢系一啲即系魔术棒或者系神仙棒咁样揈啲嘢出嚟，去对付对方。咁所以同佢究竟即系喺物理上应该可以点样劈对手？即系五个小忌点斗五个小忌点啊？系嘛？可以咁讲。唔系西拉姆咪咁打法咯。啊，西拉姆有前身嚟嘅，有五个。系。系咯，咁。啊、即係其實呢套嘢就即係專係以靠氣勢呀、啊、即係嗰啲嘢去、取勝啦、啊。咁我覺得都有成仙啟後嘅作用呀、啊。咁成仙就係話佢之前以前畫嗰啲咩即係權宜呀、啊、即係拳王上世紀啦、啊。嗰啲基本上都係限於真實系嘅，就算幾勁都好啦，打到一拳打到你搶都逼埋出嚟都好啦。其實佢都係based上一個真實世界嘅，即係校園暴力、校園擂台賽都是 based on 呢啲古仔嘅，咁佢開始咧，小次郎呢套嘢開始嘅時候，其實佢都係 based on 咁嘅古仔，但自己滲入咗校園。係啦，但係轉個頭就走去玩超級系，我覺得佢就玩《聖劍戰爭篇》嘅時候，佢就開始諗啊，可唔可以玩得盡啲咧？因為今次一開始 starting 係真實系啊嘛，咁所以咁樣轉先好似有啲怪啫。如果一開始就超級系咁得唔得咧？我覺得佢有咁嘅諗法，所以就引申咗星矢出嚟啦。咁你呢個諗法而家都好多人用緊啦，例如我哋早幾集講過嘅 Bleach 咪就係咁樣囉。佢係走入神怪系啫 ,Bleach。佢係走入拖戲系。係啦。咁變咗係會成功囉，即係佢星矢成功係因為其實佢早前有小次郎做一個試驗啊。嗯。係個聖劍篇我覺得係個試驗嚟嘅。即係車田正美就經過呢次風魔小場嘅試驗之後，覺得可以寫現實以外嘅題材，同埋俾佢發現咗一樣嘢，就係話原來即係以前可能大家都覺得啲劍啦，即係喺嗰個年代80年代，可能覺得打鬥啲兵器並唔係真係咁重要嘅，就諗住個主角梗係最重要㗎啦，即係佢攞嗰件嘢冇乜所謂，所以最初小次郎攞嗰把都只不過係一把木刀，風林火山只不過係一把好普通嘅木刀，咁但係就俾佢慢慢發現，哇唔係喎，原來即係喺人以外嘅武器。嚟落物呢係會受歡迎嘅，咁所以星矢呢就轉個頭就玩盔甲，喺盔甲度落功夫，咁所以亦都係一個即係如果冇，我覺得如果冇風魔小次郎就唔會有星矢囉。咁係睇返個朗呢，其實真係星矢有大量風魔小次郎嘅影子㗎，嗰個組織啊、團隊性啊、或者宿命啊、使命啊，全部係承襲落去嘅。基本呢套嘢都係星矢嘅初稿嚟㗎啦，我覺得。可以咁樣理解嘅，譬如華岳松皇帝咪教皇囉。佢喺動畫裏面成最初嗰件袍啊，都係教皇嘅嗰件袍。個畫面直情係同教皇一模一樣的。因為都係嗰個製作團隊囉。係，唔係咁你最初畫嘅時候都係咁樣㗎嘛，即係漫畫版原作都係咁樣㗎，就係即係
打咗一個即係全黑影，即係背曬光，然後啲頭髮就好飄。明明佢啲頭髮其實冇咁長嘅、即係散開曬，好似啲太陽嗰啲圖案咁樣。跟住下面嗰件放射線、啊，放射式咁樣下低件袍又揈下揈下，即係呢個咪教皇咯。咁然後終於教皇嗰班人咧係又同即係分得壁壘分得好緊要啊！呢、這個係車年正尾一個好有趣，或者係嗰個年代八十年代咧一個好固定嘅模式就係、是。總之正就係正，邪就係邪囉。佢哋分明啦，係啊。咁佢成個模式都係咁樣去運作囉。咁小次郎然後就即係拉埋啲連啲性格都似㗎。小次郎就熱血笨蛋同星矢一樣啦，一輝同武藏一樣係酷㗎啦，即係大家都係間中出嚟耍下水呀、啊。不過一個就妹盟，一個就細佬盟啦。好恐怖呀、啊、呢、這個名稱。文帝。咁伊達總司同馬遜就係比較溫和一啲㗎啦。冰河是有啲有型又冇咁，但係佢係屬於冷靜，同埋又係喺個冰嗰度走出嚟嘅。係又喺冰度走出嚟嘅。咁阿子龍同埋龍魔咧，一嚟都有個龍字啦，盲眼咯、啊，盲眼啦、啊，同埋咧佢係同主角最 friend 咯、啊，同主角 friend 啲，同主角係比較 friend 嘅。即係呢個成個戰隊咧，嗰、那個框架咧，喺我哋叫做正統秩序派戰士啦，秩序派戰士同星矢戰士咧係冇分別嘅。嗰五個青銅，所以咪話風魔其實係星矢初稿咯，係初稿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當啲人覺得啊喺嗰個年代點可以會諗到星矢一套咁嘅嘢咧？其實你睇翻就有跡可尋咯，睇翻風魔你就見到佢嗰、那個即係個 flow 啊，個思緒個脈絡啊，由點樣由最初嘅打鬥真實係打鬥，跟住慢慢轉。轉咗去就話不如兩派人打我勁㗎啦咁樣，咁啊整啲神怪嘢落去啦，跟住然後因為咁嘅試驗亦都俾佢發現咗，哦原來啲兵器好受歡迎喎、原來咁樣正邪咁樣打鬥係奇幻啲都冇問題，即係唔使好似以前，因為佢以前啲作品就係打拳擊係真係拳拳到肉嘅，比較係啦，要亦都要官能一啲嘅。系啦，咁但系佢去到畫完聖劍聖劍嘅時候，發現其實可以唔使咁喎，玩神怪啲都得嘅，啲人受到嘅，啲讀者啊、觀眾嗰啲係受到嘅，完全。同埋可以見到咧，就係佢知道招式好緊要，即係以往咧係冇咁多招式名，即係打拳係冇招式名啫嘛。你最多都係一下，即係俾呢一招當有絕招先算啦，就最多都係咁樣，其他都係左勾拳啊、直拳啊、即係刺拳啊、試探啊，即係諸如此類。但係咧，自從風魔小次郎開始咧。嗰啲招式咧，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賣點啊！咁然後引申到去及後嘅聖鬥士就更加誇張啦，即係每一個人最少都有一兩招，因為你只有一招嘅話，你對付聖鬥士係奶硬嘢噶嘛，因為同一招但係呢樣成功嘅喎，到而家為止就算絕招咧，你有啲人冇一點樣好睇過星矢好熟，但係一定會聽過啲名咯。係啊，但你出一拳直拳都會嗌天馬流星。係啊，你見到啲僆仔嗰時見到啲僆仔即係上勾拳咪龍沙星龍霸咯。係啊，都係會嗌翻啲名噶嘛。佢就算打拳王定解街霸都會覺得都係有啲名嚟咁咯，多多係。係、你係唔識出呢一個天馬回旋碎擊拳嘅？唔係天馬回旋碎擊拳係箍住個人跳上去，跳一跳咯。跳一跳啊，跳下咯，原地跳一下咯。我同我细佬都系咁玩嘅，跳一下，即系冇咗倒头桩嗰一下啦。咦？如果照咁讲，系唔识出，系反而系唔识出呢个钻石星辰啫。唔系，即系就都系一个正拳啫嘛。咁你会用天马流星拳取代咗佢啊嘛？又叫细佬喺后边撒葱花，当系嗰啲雪花咯，撒盐咯。最容易出咪柱哥女藤之欢笑咯。系啊，最有型啦，最有型咯。啲招式即系佢哋喺背后落咁多心机咧，啲漫画先变得精彩，亦都代表咗嗰个角色嗰一种风格。其实你可以话开创咗八十年代嘅绝招潮啊。嗯，系啊，即系啲一定要主角一定要有啲绝招嘅。同埋一定個即係點樣打唔緊要，呢個其實絕招係超級系嘅一個即係一個指標嚟㗎，同埋一個特色嚟㗎，就係通常超級系嘅打鬥呢一定有絕招㗎、一定有名嘅，浮誇嘅，係啦，同埋呢你係其實你睇佢個樣子，佢都係即係可能係個構圖，只不過係左上角出一拳，咁然後用一個好遠嘅景深，好遠嘅景深，哇嗰、即係個人好細，嗰個拳好大，然後佢有一個對手飛起咁樣，咁但係你唔知嗰一拳其實點樣打嘅，亦都唔知佢中咗邊一度，又唔知佢係點樣冇對策嗰啲畫面㗎嘛，完全係完全冇嘅，唔係話啊我諗住打佢唔知左下角定咩，只要打出咗就得㗎啦，咁打出咗就得㗎，跟住又噏個名，咁其實
呢一招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即係你打呢一拳同隔離個角色打第二拳嘅絕招可能個樣一樣嘅、但個名唔同咯。其實幾好笑啊！你諗下，如果將個鏡頭偏遠啲，你只不過見到兩個人隔住，可能一個喺嚟，一個喺對面馬路，兩個對面再隔條馬路，大家喺度講啲名同埋喐隻手啫嘛。呢個畫面其實係咁嘅啫喎。唔係唔係，即係 V1-1 啦。咁幾好笑啊！其實都，其實係同，其實係同呢個。一樣哇！呢啲如來神掌嚟噶，如來神掌可能都咁樣演變出嚟嘅。咁所以我當時係都有，因為當時其實咧係好少玩劍啊，即係少年漫畫，好少玩兵器啊。咁招式都唔特別多啦。咁所以咧，喺嗰陣嗰個年代，佢會好受歡迎咯。即係佢亦都好吸引我咯。即係呢一個風魔小次郎。老實講，當個年代最絕招最多咪就係佢同龍珠囉。係、龍珠開頭都係得一招龜波氣功咋嘛。星矢同龍珠以前佢都係得一招龜波氣功咋嘛。跟住月出咪咩乜鬼都有，洞洞波魔冠光殺炮啊，個個都有九萬幾招。其實星矢或者之前嘅風魔小次郎都係咁樣，佢之前一路都冇乜招式㗎，係得一個即係飛龍霸王劍。當武藏出第一次向小次郎出飛龍霸王劍嘅時候，阿小次郎係 O 曬嘴嚇。咩嚟㗎？咩招嚟㗎？咁勁嘅，呢個咧爆咗個大髀。呢個絕招嘅厲害嘅地方咧，就係佢哋要嗌咗先㗎嘛，嗌咗先咪嚇親你咯。哇！咩嚟㗎？咩嚟㗎？跟住個大髀就中咗一劍。就控咗你先，等你呆一呆，跟住嗰下睇你呆嗰半秒就插你大髀啦。其實就佢過程中係好鬼鼠，偷偷地跨下，咁啊舉一嘢。但我好中意咧動畫版，即係 OVA 版咧。阿小次郎介紹風林火山，即係風林火山咧，其實呢一句即係呢四個字啦，其實係出自《孫子兵法》噶嘛，即係其實佢應該係六句嚟嘅，即係十七字嘅兵法啊。係啊，即係咩順如風，隨如林，侵攻如火，不動如山，應該仲有難之如陰，同埋呢一個順如雷霆咁樣嘅。咁但係我每一次睇呢一段咧，我都係。啊！你把咩劍啊？我就傳說中嘅風林火山，風係風林火山個風，林係風林火山個林，火係風林火山個火，山係風林火山個山。好周星馳啊！我每一次睇佢介紹呢一把風林火山，我就諗起啲咁樣。哇！即係佢跟住即係然後嗌啲招名，因為風林火山其實冇乜招名嘅，就係講佢即係好勁，又係橫劈直劈啫嘛。係啊，咁反而其他人先至有招式啊，咁啊好鬼即係更加吸引啦，令到你啊啲主角冇招式，但係自己嗌風林火山，跟住其他嗰啲角色其實最孏係佢咯，把木劍乜嘢都冇，自己都裝出嚟成個野孩子咁。除咗橫劈直劈喺度毆人之外，有咩用？我做得最搞笑就係佢走去揾死牙馬上嗰白靈山嘅時候。見到個精靈啦，花精啦，就搵把風林火山喺後面寒住佢囉。我諗你寒乜鬼呀、啊、你把刀你可以戒得到人哋嘅喉嚨咩？木刀嚟嘅啫喎，哥仔。攞把木筷子去打劫。啊，小姐而家老粒，但係你手上有把木筷子、啊。你亂嚟我就戒斷你大動物。哇！真係呢，係好好笑。我都搞壞人囉，風林火山呢、這、一個。係啊。但係佢起碼喺過程中，佢諗嗰啲招式呢，配搭嗰個屬性呢，係真係有仔細諗過。佢十聖劍大家都係有自己你。雖然可能出招嘅姿勢差唔多，但起碼你會感覺佢係代表咗一種嘅威力，唔係真係咁行諗出嚟喎。呢個係為後期漫畫咧係提供咗一個好緊要嘅。同埋係應該話佢開創咗一個先河，就係咧你啲角色咧唔係就係話個性設計，而係形象設計。係啦，即係佢咩屬性嘅風屬性，或者有啲係即係譬如死牙馬就係要冰嘅屬性。即係佢要加咗呢啲元素落去，但以前嘅打鬥係唔係咁㗎嘛、即係係邊個勁就邊個贏咗㗎嘛，即係邊個大隻打咁就贏㗎啦。即係你譬如睇北斗之拳或者再睇譬如藍屬嗰啲，其實都未有呢一種諗法嘅。咁但係由青田正美開始就覺得唔係喎，你打鬥尤其超級系嘅打鬥，你加呢啲屬性落去呢，加呢啲額外嘅設計落去呢，咁就會令到佢有趣味呀、那個角色。所以縱使死牙馬係俾人屈出嚟受死都好啦，你都唔覺得呢個角色係即係好老人啊，或者好花瓶啊？佢其實出到嚟只係打咗一場咋嘛，而每一次聖劍戰爭兩條友嘅即係單拖互劈呢，其實個過程係好短嘅，短得好緊要嘅。
你都唔會覺得呢條友出嚟做乜嘢啊？一來佢個名字又型啦，係啊，即係佢有互，即係揾好多位去補充咗呢條友出場短咯。即係點講啊？佢用咗好多心思，好花心思去設計一個路人甲啊！堆砌一個路人啫，咁正所謂養兵千日，用在一朝嘛。佢嗰一戰夠精彩咪得咯。係啦，咁。而呢樣嘢其實係影響到後來嘅超級系嘅格鬥作品，係影響得好深遠嘅、嗯，即係亦都影響埋我哋今日譬如我哋打機啊嗰啲，尤其 game 嘅設計就更加啦，即係啲主角設計啊、配角設計啊，佢識啲咩魔法啊、用啲咩劍啊、咩屬性啊、火屬性啊、水屬性，即係完全影響曬後嚟嘅ACG 界咯。同時有啲作品，譬如敵我雙方啦，或者係同陣營入邊咧。有相對嘅，例如冰火屬性啊呢啲咧，冰火屬性通常都唔係一兩個人嘅，一個人就有曬嘅，唔係咯，唔係即係有啲角色係呢兩種嘅，你一定會有一個諗法啊，佢哋可能係朋友或者係死敵，咁啊會引起更多嘅聯想咯。以前慢慢如果冇聯想寫咧，如果冰火屬性嘅兩條友唔係朋友又唔係死敵，佢可以係咩關係咧？即係唔識兄弟得唔得咧？咁你通常兄弟，你最後演化出嚟都係一係就好朋友，一係就係即係死敵㗎嘛，好少。嗱，用另外一個刀劍格鬥 game 啦，譬如《士魂》入面有對忍者兄弟啦，風間水月、風間火月啦，咪一個水一個火咯，咁樣去配搭出嚟咧，人哋咪覺得佢兩個兄弟之間好似有啲相反，但係之間可能又有啲羈絆咁樣啊。即係好似如果講港漫《街頭霸王》啊，個龍就係王者令啊 ，Ken 就係霸者令咁樣。即係呢啲開始將個故事呢係走去一個比較風格化，我覺得係風格化同埋設計主導啊。就係、是、我覺得係青田正美開始先。因為你就算睇嗰個年代，譬如睇龍珠，早期嘅龍珠都冇呢啲嘢嘅。即係冇乜即係幫個主角設一啲乜嘢嘢佢好勁啊嘅屬性啊能力屬性啊。唯一龍珠有屬性咪歸先係鹹濕屬性囉。鹹濕屬性。鹹濕屬性囉。唔係。有咩多㗎豬八戒都鹹濕㗎。即係佢咪得鹹濕屬性一成套嘢入面。我係呢因為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成個我唔知係咪佢係即係做第一個先驅啦，但係我覺得譬如佢啦鳥山明啦講到再極端少少嘅高橋洋一啦，就係、是、由現實係走入超級系嘅嗰一班人，佢哋就係、是、即係日本漫畫界即係走入呢一個階段嘅嗰個過渡囉。龍珠開頭都現即係都算現實系啦，係得一招龜波氣功係特別勁，係我打出氣勁㗎嘛，係冇乜人學到㗎嘛。而嗰、那個其實嗰一招嗰個原即係佢最初個取材就係氣功㗎嘛。係囉。係囉。咁然後即係好似足球小將咁一開始都只有一招衝力射球是特別勁的，其他那些都是即普通射門來的而已嘛、嗯、但是發展到 日後就即無限那麼多即超級射門，每個新角色都一定要有招必殺技，沒有就不行的了，他就不是重要的角色來的了。那譬如小次郎都是啦，因為他有一個這麼好的練習的機會，所以星矢就一開波就已經超級系了，即不停的，就算是打擂台都好，即是銀河戰爭都好，他都是用超級系的方法打擂台，咁、啊、所以你見到佢有一個好好重要嘅，即係對於佢自己嚟講一個。如果你 combine 翻咧，即係睇翻星矢頭嗰段銀河戰爭篇咧，就係、是、即係其實你可以話已經係集咗佢之前幾套作品嘅大成啊。佢又之前係畫拳王噶嘛，嗯、即係打擂台噶嘛。咁、嗯、然後佢用超級系去打擂台，咁啊已經係一個幾即係好有趣啊！嗰、那個感覺嗰、那個、combination 係非常之好睇啊！咁所以其實亦都係見到星矢之後佢再畫第啲再玩返規格即係正鬥時長啊嗰啲呢，好似已經突破唔到一樣嘢，因為冇新嘢擺落去啦已經。星矢已經係 combine 得算係幾好㗎喇。其實呢我自己覺得佢如果講緊車田正美啦，去到後嚟啦，包括嗰啲咩千魔戰士魔矢啊正鬥時長啊，或者係鋼鐵神兵 BTX 啊，都已經再突破唔到啦。佢只係轉換入面啲屬性咯，係佢用曬啦啲橋，即係喺星矢上面已經用曬最好嗰啲嘢。佢經過咗一個試練，然後抽咗啲最好嘅嘢擺咗喺星矢度，然後佢去到最後，譬如好似千魔戰，佢冇新嘢擺落去，佢都係玩羽毛啫嘛，又係啊，佢冇新嘢擺落去咯，係啊，即係佢玩嘅係玩翻之前嗰啲，可能你玩得即係今次你個技巧純熟啲，但係啲人已經睇過啦嘛。係啊，譬如好似 BTX 咁樣，其實佢都玩係即係鐵甲獸啊、機械啊。咁但係因為
我自己覺得佢有啲唔好彩嘅就係因為星矢太犀利啦，因為佢玩埋星座啊，即係玩曬星座，玩埋好浪漫啊個感覺。同埋因為嗰啲嘢係最多人迷噶嘛，即係會好迷，同埋從來都冇人出現過。但係你玩即係鐵甲獸嗰啲嚇，即係勉強你都可以揾到機甲淘汰狼啊嗰啲都玩鐵甲㗎，係咪先？但係佢冇其他再新嘅 element 咯。超越唔翻自己之前建立嗰一套。反而有啲模仿佢嘅，系啦，即系佢或者佢自己亦都俾，应该话俾佢之前限，即系个星矢里边嗰啲，包括画盔甲、画擂台或者要玩一啲唔同嘅属性，而且系设计主导嘅，俾呢一啲框架咧限死咗自己咯。嗯、反而系你睇嗰时即系小次郎唔成熟嘅。佢星矢就玩得大膽囉、嗯、但已經係好成熟嘅佢就好似好難突破囉。佢嗰陣時嗰個創意係去到星矢就終點囉，未能夠再爆發囉，咁唔知將來會唔會囉，但起碼暫時佢睇到佢星矢之後嗰幾套都未能夠突破到。就算睇返而家佢連載緊嘅嗰兩本漫畫，一本即係都仲係星矢啦、嗯、另外一本就係拳王創世紀二啦，佢都係一個食老本嘅作家，佢都唔特別有翻翻嚟嗰種感覺咯，我可以見到嘅唯一就係點講咧？可以見到嘅就係佢冇好似高橋洋一咁樣走到不知所謂，但係佢翻唔到去一個高峰咯。佢冇即係佢係有啲回落，但係佢只係有啲回落咯。嗱，我覺得咁樣睇，即係呢個咧，我就覺得同漫畫家嗰取向係有關係。我覺得畫呢啲熱血少年嗰啲漫畫家咧。即係有佢，即係每一個漫畫家當然有佢嘅高峰位啦。咁但係咧呢一類型嘅漫畫家咧，因為佢畫熱血少年啊，佢唔係畫啲好合理嘅嘢，佢要燃燒，唔需要理性，唔需要合理嘅。咁所以佢咧嘅高峰期係會嚟得好早嘅。嗯，係因為佢嗰時仲有火啊嘛。到佢而家即係真係年老啦，同埋已經係紅過呢一個人，紅過啦。即係人咧，即係喺安逸嘅時候咧，就開始唔熱血嘅啦嘛。咁啊係，佢都咁你而家。要呢個伯伯即係佢又唔係等錢開飯喎、哦、即係佢都紅過咁樣咁然後你要再佢再逼返啲熱血出嚟佢又逼唔到咁但係合理嘅嘢不嬲佢都唔玩呢啲㗎啦咁就變咗好似兩頭都到唔到咁囉。佢都56歲啦而家佢都56歲。但而家仲不斷係有嗰啲商品出緊喎呢個最恐怖嘅地方。所以就係話佢又唔係即係已經唔係話要好努力咁樣畫唔畫就即係手停口停咁樣咁所以冇咗嗰道火呢啲熱血漫畫就唔好睇囉。咦但如果回顧返嘅話佢我哋以今集風魔小場為例啦由第一輯嘅真實系跳到去第二輯嘅超級系其實咁樣嘅描寫軌跡呢好多人覺得唔可以接受喎但係我哋而家分析返回顧返覺得其實咁樣反而先係一個優點喎能夠俾佢有更大嘅空間喎。老實講如果單一作品睇啦睇返風魔小次郎呢我就覺得唔係咁好㗎啦即係我自己就唔鍾意咁嘅即係你超級系就超級系真係真係你中間轉呢即係除非你嗰套嘢一開始係 get 㗎啦即係只係即係好溝片即係如果睇戲就叫溝片啦嗰類型嘅即係專係中間就係玩呢樣嘢就係嚇你一跳咁樣如果唔係呢即如果只不過、哦、我只係轉第二條橋但係本身唔係咁嘅呢我自己就唔係太接受到。你如果將佢兩篇嘢分開獨立拆開嚟出呢咁就問題不大。而家擺埋一齊好奇怪嘅其實我覺得佢 當年可能係佢做完第一輯之後發覺受歡迎咁佢又想試下啲新嘢咁就順便食住個勢就去俾自己即係冇咁容易失敗嘛因為我前面嗰啲人唔係好受歡迎嘛但係我又想做一啲即係超級系嘅嘢我咪食住個勢做就算衰都唔會衰得太犀利我或者隨時可以轉竅佢去搏咗嘛我又俾佢搏到跟住咪可以發展成星矢呢套嘢囉。不過我自己即係就咁睇啦因為始終我自己係有即係對車田有一個情意結喺度因為佢嘅熱血呢係熱血得嚟唔老土啊雖然個主角都唔討好啦即係譬如星矢都唔討好但係呢小次郎就好啲。我覺得小次郎係。係嗱你剛才又話小次郎同星矢一樣你又話小次郎係多咗啲鹹濕。咁就即係話你係就係鍾意佢嗰啲鹹濕。正如阿郎曾經提過嘅一個性格立體最緊要都係水性洋花。咁而少年嚟講性格立體就係多咗一份鹹濕。即係佢對性有一種渴望同埋鍾唔係星矢初頭都有但係越嚟越離譜咋嘛。咁同埋乜嘢開頭都有乜嘢咁咪後來係啦即係就係後來冇咗我意思應該係咁樣講係啦就係越嚟越離譜啦、哦
搞 BL。 我覺得你眼光是十個鹹濕仔九個衰到底應該是這樣，後來變成正氣不得的正氣了，他不是正氣去搞 BL 而已，這些人不是，他只是溝女神咯，他只是搞女神咯，不是、在個作品裡面他、小次郎是比較維持自己那種即野性和不羈的那個那個性格的，但是星矢是他轉了的，他變了有些感覺就像西遊記裡面的孫悟空，即是認真的古典文學那一套，我覺得他像就是收服了，是啦，他被收服了，他被馴服了，沒有那種野性。應該說你如果你話西方文學裏面佢咪即係一開始係一啲即係野武士囉，野騎士囉，即係反叛囉比較，跟住臨尾就係即係臣服咗係一個公主之下，就淨係守護佢嘅騎士咁囉，係呀，咁但係小次郎唔係㗎嘛，小次郎係由頭到尾都有嗰種，係因為佢由頭到尾都溝唔到不條騎士，咁佢溝唔到女係溝唔到女嘅人係特別瀟灑㗎嘛，一溝到女就賴嘢㗎啦，有好多人都係咁樣㗎係呀，是不是同意有人岌頭？我是意思是繼續寓意深長咁岌頭啊，冰子。但如果佢我哋淨係獨立可以冰子話齋啦，將佢劈開第一輯同第二輯，如果第二輯咁樣呢，佢又冇可能面世喎，分鐘爛尾收場喎。我又同意喎，即係佢應該係咁樣，雖然轉得有啲突兀啦，但係佢咁樣轉法先至有機會成就到而家咁樣嘅，你先會有興趣睇落去。所以我咪話第一輯完咗嘅話，其實呢一套嘢都唔會後嚟咁多人講囉，即係所以我咪話佢其實係因為第一輯嘅成功，所以先諗住咦我有咁嘅勢，我做第二輯我就算衰都唔會衰得太過徹底囉，所以佢咁去搏囉。如果係冇第一輯，佢唔會臨即係無端端推個第二輯出嚟當係我新嘗試，佢唔會咁做囉。咁唔係嘅，即係呢一份勇氣都緊要嘅，我覺得。即係有啲人係因為譬如第一輯成功，咁我咪繼續食老本囉。係呀，普通嘅嘢或者係穩陣嘅嘢。可能打醫賀夾賀咁樣。係呀，咁跟住咪風魔反亂囉，風魔反亂完平定咗啦，又再同因為其實佢風再揼過。其實佢風魔反亂就似返第一部嘅。但可能就俾人話悶囉，咁多期都係咁樣嘅故事。是啊，咁所以佢跟住咪寫男版囉，咁然後即係又經歷咗，其實都係維持一年左右啫，然後就寫聖鬥士星矢，寫咗四五年。其實嗰時星矢都有啲即係對於當時嘅漫畫界嚟講其實係好新嘅呢一樣嘢。即係未必會接受到囉啲讀者。咁佢都係經歷咗咁耐，有啲名氣呢累積到嗰個 fans 喺度。嗱，不過又調返轉咁樣講喎，我覺得呢風魔小次郎呢雖然而家咁樣睇按個別作品嚟睇，佢唔夠成熟啦，應該係有啲亂嘅地方啦。但係呢，我可以見到或者可以知道嘅就係，其實佢喺日本都一樣好受歡迎喎。否則嘅話，佢唔會出到喺90年先出 OVA， 即係隔咗成十年左右先出 OVA， 二十年啦。同埋呢，就係話喺同人志市場其實都可以知道嘅。其實即田正美係一路都有一大扎 fans 嘅，咁有好多同人作品嘅，即係起碼80年代至90年代初都仲係好多，一路延續去90年代中期都仲係好多話即田正美嘅作品嘅。咁當然大部分都係話呢個星矢啦，咁但係除咗星矢之外呢，就係話小次郎啦，就係話風魔小次郎啦。反而佢其他 BTX 啊、靜鬥士嗰啲就冇人畫嘅，影都唔係，即係就冇乜人畫嘅，即係但係星矢以外呢就已經係話風魔小次郎㗎。同埋除此之外呢，就係真人版囉，即係真人版都係一個好即係受唔受歡迎嘅指標，雖然佢係即係專門打婦女市場啦呢度真人版，咁所以我就冇睇啦，我其實睇咗一集，但係真係即係冇興趣再睇，聽聞好膠我唔知呀，唔特別膠嘅，咁但係你諗下，就算佢唔改呀，佢將原著係完完整整咁拍返出嚟呀，其實以現代人的角度看都是膠的，都是膠的。用千禧年的人去看80年代的漫畫，你是會覺得有些土或者有些膠的。最奇怪這套東西呢，我都是看了一集，未夠膽追得多。第一集他不夠膽你怕你會愛上調整好的心情，怕自己會腐化。他入面用那些所謂特技效果呢，亦都正正係80年代㗎，配合返原著嗰個年代㗎。好有 feel 啊 ！V 運運啲人跳起呢，用一個硬照拍咗喺度呢，咁你就見到好似用 mouse 將個人棘住呢幅硬照搬去另外一度，就真係跳咗囉。嘩好型啊，係囉，我諗唔到，嘩而家廿一世紀仲有人用呢啲技術。唔係，咁咪原汁原味囉。係啊，咁所以即係都可以側面見到，其實風魔之小次郎都唔係唔受歡迎嘅。
應該話其實都受歡迎。其實係受歡迎，不過亞於呢個星矢啦。但係因為聖鬥士星矢好難拍真人版啊，咁所以就係超級係，唔係啲規格整唔到啊。咁所以就唯有 Smash 拍加里略添啦。係啊，咁所以就即係佢選擇咗，應該係屬於車田老師第二紅嘅作品啦，就係《風魔之小次郎》啦。咁啊。而即係車田老師雖然大家知佢有啲即係後續嘅作品啦，即係有其他作漫畫家畫佢嘅作品啦，主要都係知道佢畫星矢啦，即係譬如聖鬥星矢 G 同埋命運神話啦，但其實都唔係冇人畫風魔之小次郎嘅延續篇㗎喎，就係一個叫做柳生暗殺帖，柳生暗唔係隱殺帖，柳生暗殺帖就係呢個由利沖畫嘅，係啦，早幾年先至再畫嘅作品嚟嘅，係啦，咁啊，但佢係用一個，佢係用咗車田先生嘅筆觸，即係個畫風去畫嘅，好似喎，其實畫得係男仔好似咯，女仔就爭啲，但係就加咗一份現代感咯，譬如啲衫嘅 design 啊，就算小次郎裡面都唔係，即係除咗嗰件中山裝校服之外，裡面都吸返件即係和服啦。和服啊，我初頭以為原始人嗰啲獸皮。唔係佢係爛咗嘅，即係一件和色嘅衫包起，咁但係個下擺就爛咗嘅。咁再笠件中山裝上面咁樣啦。係啦，咁即係啲咩 mix and match 啊，而家嗰啲。咁呢個就係、風魔之小次郎嘅即係續篇。喂，我想話如果未睇過呢套作品嘅人呢，我有個諗法，為咗佢哋睇得順暢啲啊，冇咁多投訴，如果佢睇由第一集睇完，跟住跳咗唔睇聖劍戰爭，睇咗第三集，第三集睇咗反亂篇，跟住再睇返中文，當聖劍篇外傳咁做，直情唔睇，然後就追呢一套柳生暗殺帖，你覺得會唔會係得囉，因為最好睇嘅聖劍戰爭篇嘛，唔係你如果唔睇第二輯，你咪唔冇咪睇到咗好多關於嗰幾十把聖劍嘅嘢囉，好精彩其實嗰度係你唔係嗰個人啦，睇把劍㗎嘛，咩大部分都死晒一嗱華樂松嗰邊死晒五個，咁但係正統戰士死兩個咋嘛，以正義嘅人嚟講其實死咗一個半啫，一半個都係死人嚟嘅，當係分咗四千年囉，佢喺個雪櫃拎出嚟，係囉，當死一半㗎啦，叮唔熟，叮唔熟，跟住雪返落雪櫃囉，係食唔曬再擺返去囉，食咩食唔曬擺返落去又再雪過。又再說多四千年勾狠喎。不過咁樣啦，作為即係節目嘅尾聲啦，差唔多啦，仲有冇其他有好多嘢想講？係啦，咁啊我會覺得可以雖然佢本身以現代人嘅角度嚟睇會覺得唔好睇呀，但係你可以試下睇返呢一套作品，然後重新去領略車田正美嘅嗰個成長嘅過程啦，就好有趣。嗯，同埋你可以透過佢側面見到即係漫畫界嘅少年熱血漫畫點樣受佢影響，受佢影響同埋發展出嚟啦。好，咁啊今個禮拜嘅節目時間就到呢度為止啦，我哋新年後再見啦。係啦，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同大家拜個早年，拜多次年啦。恭喜發財。Happy New Year。好靚啊。唔係咁樣點啊，咁咪最緊要發財啦，你想唔發財？好，發財俾我。咁我就恭祝大家幾時都好就風魔之小次郎啦。嘩，你講咩你講乜嘢我想知道。我唔知你捉人啲乜啊。點解我好似感覺你講未完發財呢？恭喜大家發財。咁我唯有最後恭喜大家越聽越有啊。長聽長有。長聽長有啊。阿郎呢？我咪 Happy New Year 啊！哇，咁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后见啦，牛年再见，拜拜！拜拜！听 ending 啊！